全国观众朋友们，晚安！欢迎再度收看最精彩的七点回家吃饭。七点开始动！大家晚安。现场直播可是不等人的。你想不想拿到这30万元呢？泰国度假。你们就不能忍耐啊？既然参加比赛，大家可不可以认真一点啊？笑一下，笑一下。现在我们一家人的感情变得好好。我吃饱了。这节目真的很白痴哎。